南韩女团 BLACKPINK 2016年出道，以独特的曲风迅速窜红。其中泰国籍成员 Lisa 拥有精致五官和高挑身材，获得人间芭比的美誉，代言邀约不断，更是许多品牌的指定大使。私底下的穿搭也深获粉丝喜爱，光是 IG 就累积9286万人追踪。近日 Lisa 在 IG 分享一系列生活照，罕见有两张照片是近乎素颜的模样，只见她穿着休闲套装趴躺在椅子上享受阳光，漂亮脸蛋仅单纯的擦上唇彩，虽然少了在舞台上的霸气，但私底下邻家女孩的模样依旧是美到不行。